棒肯定是这个好一点，这个最大的棒，重量上好，重量上这个长得好吗？这个看着小一点嘛，这能看到这个重量上饱满，饱满，那个是饼啊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你自己挑吧，挑个棒到最大的，挑一个，挑一个。没关系嘛，看你运气怎么样。但是你肯定有运气，没有运气的我免费送给你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最终公平的，挑一个嘛。左边右边。找个有样的吧。你就自己挑一个，左边怎么样？哎，好，就这个吧，就这个。我们先照个相再说吧。对，看看看看你运气怎么样。运气怎么样？太湖那边可能更多吧，这个。太湖，你看，哦，这个看到看到。如果小我就送给你，养了十二年，跟人一样的，三岁这么大，五岁那么高。如果没有这个大棒，我就这样，对吧？你看。你太激动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像扣子一样，可以做，对不对？戒指，哦，真的是。等一下，我们照个相，我看看。刚刚照在录呢，最后一个呢。在那个包里那个。你等一下，我们照个相，你再。我来照就行了，我照就行了。对不对？哦，真的是。手机好，手机好。嗯。上面不是应该第一次买这个。哇，还没照的吧？我没照呢，他在照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对。有下毒吧？那下毒怎么弄的？漂亮。你昨天那才整治嘛？噶？哦，这个整治，这个是多。哎呀，那这是整治呢。一个班离开到那么多珍珠，对吧？不，一个班开这么多，那十二年的班那么多，这是年份呀，这是肯定的呀，要不然多了。分开再弄哈，分开再弄就知道哪个大的哪个小的。没事的，你等一下请好的总归是好的，不好的总归不好的。买一只板几的？哎，买一只板几的？弄的这板买几的？珍珠多嘛？高头珍珠少嘛？三张五十块个板，三一种一粒珠才嘛一百几，阿是啦。对。那一个有几粒珠，像一粒像口子一样做的这么大，你看，它长出来这样就是这样，颜色不是骗人。对对。姐夫也跑过来了。麻烦，那个喜欢养吧，大麻。